我是公关猎车长的112年哦，10月2号，就按8:30，首牌的是401次，台龙炮在中华东洋树林还有个这样啊，有的泰鲁格，2018-3007泰鲁格之阳号，在我们的秋岸通过，拜拜。2018-1007泰鲁格是401次台龙炮的中华东洋树林还有个这样，在七堵站通过，以及4152阳明炮在中央向芙蓉，和应绿色压上方的9850区检测，8:31，10月2号，我们之后再见喽。